小朋友，一家尿气几粒的哦？你这么像尿气一天？不，过来哦，离我较远的哦。这是病医呢，你哪会造尿气来病医，搁会啪啪照？嘿，传染细菌呢？伊本来好好啊，是甲我用弄着，一旦烂落的。你搁应出应急的啊？你的爸母呢？你的爸母人伫倒？哪会放你一个人在家啊？现在的爸母实在是做无责任感的。你莫胡白骂我妈妈啊！吼，你搁有话通讲？你这个囡仔吼，实在做无家教的啦！我跟你讲，你今早这只鸟气离开哦，啊那无我随叫警察抓你，紧走啦！你紧走啦！啊，伊去予法官惊到，才会骂你。那恁袂当讲是咱唔对啊！你敢有咧甲人回失嘞？为什么我会甲伊回失嘞？法官本来伫我诶手面了好好，是包包甲我弄着，法官在我诶手面了弄坏啊！我也毋是刁工诶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好啦，我知影，这件代志无完全是恁唔对。啊，不过迄个伊去弄着你嘛是无说你的，而且是你甲法官查来，佮伊提出来，所以讲起来哦，这件代志是你较理亏一点点嘛，你应该先甲我回事嘞。我安尼解释，你有了解无？了解。对啦，我佮伊陪雅慧阿姨去做几个检查，所以我叫我爸带你回去，来，手机好啦。我先甲我拄仔落法官的影片上传去倒。蛋姐，这啥？柯小平，你给我出来！陈家珍，你来这创啥？你紧出去哦！那不是恁两个查甫人讲话无算话，啊，我办代志无付钱，我哪会来这啦？啊，方美兰跟施宇正，我只有找你来做翻译啊。爱给我偌济，恁即马参详好。陈小姐，我知影方美兰，啊，你去做要做啥？想要拍歹我的名声？啊，不过我想要知影，小平到底是阿你做啥？你给我清楚。恁爸嘛，给石头牵着，得着失语症时，我甲伊讲遐尼清楚，伊无甲伊讲，我想要听你讲老实话。陈嘉诚，你讲话较细哩，卖含蓄喷人。啊，我点点会用个，钱摕来，钱袂当给伊。小平，我有听阮爸讲，你酒啉啉的，就对陈嘉诚讲真济也听个歹话。陈嘉诚走投无路啊，所以伊想要靠你吃请。伊去欺负雅婷，想要找你讨公道，敢是安尼？对。所以是伊家己大主大业，你唔要付伊钱啊，伊袂当替你安怎的。小姐，你想要爱钱先，找方美兰讨啊。啊，唔过我无要付伊，搞我的亲生活不搞乱糟糟。而且我那是对阮阿姨见识不够，我爸一定会怪我。你放心。陈嘉诚为着要摕到钱，伊无可能会对方美兰安怎的。你若是付伊钱啊，颠倒会害方美兰有危险。这就是犯人的心态。杜承恩，你莫动我的财路。方美兰是失语症，一二三四应该够会晓写。恁家己的代志，恁家己解决啦。今日是小平的生日，维持小平的清白，就是我送给伊上好的礼物。小平，安尼你有欢喜吧？还是你心虚？你惊陈嘉诚摕袂到钱，会甲你指使伊去欺负亚婷的代志压压出来？柯小平，你唔敢讲，
我无接受伊。陈嘉诚，你甲方美兰的代志，恁家己解决，莫牵拖着我。明明就是你叫我糟蹋王雅婷的，你讲白贼。我无爱你对王雅婷安怎，你即马紧走哦，钱摕到手，你就马上甲阮阿姨放倒来，啊那无，我会报警抓你。啊！你就是王雅慧哦。听讲你马上就要做别家的少奶奶啊！啊！你给我钱啊！那呢，我就会跟王雅婷回去嘞，买当吉林柯小平。陈亚春，莫讲一错再错，是因讲话无算话，因才一错再错的人啦。我的钱啊，我无做唔对啊。啊！你若是想要替王雅婷讨公道，啊！你就靠看王雅慧给我钱啊！啊！我钱若是开送啊，我就可以转做污点证人啦、啊。你无爱投案，就是咱的份了。我第三个选择啊！啊！王雅慧出去提钱，就是我的选择啦。你嘛无本事挡我的路啦！什么？拢无什么？哈！喂，妈回来。哎，你不能怕人哦，公子人没有事情啊。我让你不敢跳平车的去啊！我那是检查官，你不一般的人，赶快没有事情啊！你是通缉犯，雅婷是小孩家，你不来到场说明，我怕你们是多好娘。叫小红太太招呼。你让到底给去，看不上我哎！冷静，你别我有证据，这里面是我跟柯小平、方美兰达成协议的录音，里面还有酒吧录影机的影像，你看就知道柯小平都是他搞技术的，钱我不爱挃啊，明天你提去报销啊！你救了！失语症，讲好就好。我嘛唔知影啊，可能是拄只予陈亚诚气去，才雄雄要讲话啦。你可以讲是小平生的，大概生的就好，予奇迹发生伫你的身躯顶好啊。你莫讲白贼啦！我无讲白贼，我只是拄啊，才会要讲话啊。迄医学病例无奇不有。失语症雄雄也要讲话的人，我绝对不是头一个啦。无唔对，你确实不是头一个讲白贼话的人。好啦，小平阿姨即摆会讲话，对雅婷的和解也较有机会啊，对无？妈，即摆是伊要找咱和解。王小姐，你讲你的失语症是拄只雄雄好的，我有证据。可以打脸你。
你莫放落来。张花心的代志，我的后生为着要去天竺鼠，多好把你的恶行恶状全部拢录起来。方美兰，你假做失语症去诬赖我妹妹，是不是柯小平叫你安尼做的？你无失语症，你是安怎要把我骗的？这个代志跟我无关系，把这个查某搞到死，搞到见红关，替阿婷做公道。方美兰跟雅婷无冤无仇，伊处处针对雅婷，一定是受你指使的。你敢讲讲唔是？唔是。陈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无叫方美兰安怎，我真正嘛去予伊骗去的。柯小平，连杜成都唔相信你啊，无人会相信你啦。王雅婷。小平跟阿姨杜成，所以才想尽办法来对付你。伊叫我告你，那是因为伊想要拆散恁两个，伊才会跟杜成斗阵。你这个真正的查某，代志是你家己摸出来的，你无要受伤，搁要拖我落水，我绝对无可能让你讲阮爸怀好感情。我死嘛要当你伫咧挂街问我。小猪叫你，你怎会这么可惜啦？我也是要靠你得到你爸的谅解，不如靠我家己。你做不出啥哩？你干啥不干哩？拍煞未？拍煞就带我来去警察局，看有搞代志要怎处理。你带伊去啊！你嘛爱去？免，啥拢免去啦。查某人的代志吼，查某人来解决。陈，你来这边。哎，准备坐坐。阿山，我袂怕。你好大胆，竟然敢抢三姐夫！别卖讲了。我妈妈心心心意要跟恁和解，恁竟然安尼给伊糟蹋，这条一定爱算。那拢是柯小平的主意，当真算？姚辉，你听我讲话对无？我真真心真，你要停止成，搁替恁打击叶少峰，咱两个无算无交情对无？所以我无拍算要跟你拍啊，我是要拍过。你两个会记得教训，以后要搁做这种代志啊？